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3月22号，星期天，农历是2月29。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嗯，喂，你好。喂，你好。师傅好。你好。跟师傅请安。快点，师傅。讲吧，小丫头。妈妈出院了。妈妈什么出院了？住院了。妈妈住院了。哦，你赶快给她念经啊！功德嘛，功德嘛不够，凭什么不修？修得太慢了。她自己有念经的。你看你什么话？自己念经了，你他如果业障大呢？他活得长，他业障多呀。你自己不帮他忙，还要说他自己会念经的？你的饭谁给你做的啦？把你养了这么大，不是你爸妈吗？没有，我就想问问师傅，就是没出息。因为他现在跟上指标都上不来嘛，然后那个医生也开始就他也开始咳嗽，然后他那个就是那个。你好好念经，你只要相信菩萨啦，只能求啊，因为观世音菩萨最近一直在帮忙，在救啊，菩萨一直在救啊，你们看不到，师父看到啊，观世音菩萨一直在救人呢、啊，你听得懂了吗？听得懂啊，你要有信心的，有什么办法？现在这个是，这是现在是。这个是全世界的这个灾难啊，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用心用心再用心啊，听得懂吗？但是那个就是我昨天梦到，就是有个师兄梦到他身上有一个灵性还蛮吓人的，然后他脸上是血，然后我今天早上就是有一个意念，就是说因为我妈现在她血液很不好嘛，然后她身上那个就是灵性的血液也不是很好，然后我妈妈现在血液也不是很好，就是因为灵性血液不好，所以我妈妈血液才很不好。然后就是梦里面觉得，如果我妈妈各家指标上不来，她就可能还有一个月的生命了，就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你现在什么事情还没开始呢？你现在哭什么？你永远任何时候你都要相信菩萨的。听得懂吗？因为他那个肚子那边长了个很大的肿瘤，然后对呀、啊，长了一个很大个肿瘤嘛，就是过去那种业障呀，怎么办呢？你告诉我。对，他今年又是59岁，然后就是业障就爆发了。劫呀，就是劫到了呀。就不知道他这个劫能不能过，因为马上要到清明节了嘛。你哭有什么用啦？帮他赶快念经呀。就在念，因为现在就是。因为再给他念那个孩子嘛，他流产的孩子，然后因为之前、就是、先给他念命吧，念孩子，先赶快念命吧。因为好像是梦到他这个肿瘤这里，这个好像是跟孩子有关系的，所以我一直在帮他念孩子，但是一直都不见好，然后也不是很顺利。就是医生，因为他的各项指标不正常，医生都不能给他做手术，他就一直在床上躺着，然后很痛嘛。嗯，叫他要许愿了，要有愿力的，听得懂吗？啊，对吗？嗯，那对呀、啊。他已经许愿吃全素了，也不吃鸡蛋了。刚开始了，有什么办法？嗯，他许愿吃全素好久了，因为他2013年就开始念经了，然后他听得懂吗？该受的他苦，他一定要受的，但是呢，就是命可能可以把他保下来。你现在业障爆发了，你说什么？听不懂啊。对，我就担心，因为快到清明节，就担心他过不了这个关。好好的修心吧，你自己，你现在的工作不是说，你现在的工作不是说你担心，你现在工作是怎么样救他，听不懂啊？担心有什么用啦？担心要死还是死啊？
担心也没用啊，你只有现在想办法救他，听不懂啊？听懂了。啊，好了。那师傅就是有师兄也梦到两个场景，就是一个是一个女的，她吃了很多的鸡心，然后有很多的鸡在她旁边，然后梦里呢她还炫耀她就是喜欢吃鸡心，然后没有忏悔的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个是有一个女的她冤枉了别人，就不知道这两个梦是不是都跟我妈妈有关系。都有关系的，都是一种提醒啊，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提醒啊，听得懂吗？嗯，听得懂啊，所以人生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他一种提醒，那么你自己要明白怎么样来化解他，你化解不了就不行了，明白吗？嗯，所以是现在我就我跟你说哭是没有用的，只有什么最有用啊，现在赶快念经啊，求菩萨保佑，很多奇迹都是菩萨保佑才能出来的。那我现在要念多少张小房子？我现在又给他念他要经者，对不对？对呀、啊。我许多少张比较好啊？一波一波二十一张，二十一张这么。我许的就是比较少，要不要许个大一点的？你自己看了，你到了这种关键时候，你要救妈妈的话，你只能自己许个大一点的呀。嗯，那多少呀？自己去许啊。哦，好吧，好吧，好了好了，自己好好好好，自己好好忏悔吧，凭什么不用功的，好吧。好了。嗯，等一下师傅。师傅好。啊，讲吧。师傅好，我问几个问题啊。嗯，那个师傅前几天开始说在为亡人烧送小房子。跳掉了，没有啊？哎、讲呀、啊嗯，讲啊。什么？哦，师傅，那个，师傅前几天说，在为亡人烧送小房子后，可以再给亡人念一遍礼佛或三遍心经。请问，比如给亡人二十一章，是每章烧完后念，还是一起烧完二十一章后念啊？给亡人啊？对。啊。你两个都可以的呀，嗯。哦，两个人、嗯、都可以，都可以。嗯，那给亡人念心经的时候，他祈求是不是祈求亡人开智慧啊，还是怎么祈求、啊？开智慧的，谁叫他给亡人念心经的啦？嗯，他说前几天有听师父开始说，为亡人烧送小房子后，可以再给亡人念一遍礼佛或三遍心经。这个心经并不是说，嗯、并不是说什么就等于一件事情做了，听得懂吗？嗯啊，他就等于一件事情你已经做了，嗯，做了之后，做了最后要做的圆满、嗯，那么就是最后再念点心经，帮你化解做灾劫啦，并不是对亡人的，听得懂吗？嗯，听得懂。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然后，师傅刚刚那个同修，他因为经济条件很差，然后放生的话，就是如果现在目前不能放，可不可以帮他妈妈念圣无量寿啊？这个经文再讲一遍，对不起。嗯，哦，就是刚刚那个同修他妈妈的问题，他如果放生现在也不能，嗯，就是没有什么好的条件或者经济不好，能不能念圣无量寿这个经文给他妈妈延寿啊？可以的。哦，可以的是吧？嗯，一天给他念。像他妈妈这种已经还没死掉，就是已经是菩萨保佑了。其实一直菩萨已经在加持，一直在保佑。对啊，像他妈妈这么多的业障肿瘤的话，就是下面全部挂号了呀，就是随时随地可以把它带走的呀。是的，是的，之前也是有做梦有提醒的，他妈妈口业啊会比较重啊。好了，知道不就好了？痛的时候也是重啊，明白了吗？这个世界没有种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没有什么客气的。你看人家苦的时候，你看看他凶的时候呢，对不对啊？嗯，都是这样的。对。好了，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然后同修梦见去，张同修家，看到有好几个师兄都在，感觉是张同修过生日。其中一个师兄掏出300块钱，想给张同修，做梦人也从兜里拿了300块钱，准备给张师兄随礼。然后梦中没见张师兄收钱，请师傅问一下师傅，这个是不是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啊？这个梦，那当心一点就好了。
当心一点。不一定是、不一定是已经不如理不如法，可能以可能会不如理不如法，要叫他当心点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然后观音堂在大日子里是每个香炉上三支香，一共要烧十二支香，如果同时烧十二支香的话，手可能拿不住，很容易把香弄断。如果给每位菩萨依次单独上香，在点燃三支香后，是对着所有的菩萨拜一拜，还是给哪位菩萨上香就给哪位菩萨拜一拜呢？给哪位菩萨上香就哪位菩萨都要拜一拜。哦，明白了吗？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同修和爸爸都已经拜师了，爸爸上香问菩萨他的莲花，做了问他的莲花，然后做了两个梦。一个梦是梦见岸上有两朵并排的黄色蒲公英，一大一小。第二个梦见他和他爸爸每人推了一辆小车进电梯，电梯往上走的，到几楼不是很清楚，到了目的地就走出来了。请师父解梦，他的莲花是有关系往上还是往下？莲花往上，往上，往上是好的呀。往上，都是好的。凡是电梯啊，或者人往上啊，都是好的。好的好的。然后请问，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是人因为做错事而轮回成畜生的？畜生道是包括所有动物吗？畜生道的话，有一些卵生、胎生、湿生啊，都不一样的嘛。你有的时候并不是人转的呀，它还是动物转动物呀，就像人投胎人一样的呀。你上辈子是个猪，你这辈子投个猪，你说他这个猪是上辈子是人的？不是。好了。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的奶奶去世30年了，有墓碑，但是没有立牌，现在也摸不到，请问现在要不要立牌写名字啊？如果超度走了嘛，就算了，不要去动了。好的。如果还没超度走的话嘛，打进电话问一下，如果超度走了就算了。你这种会惹灵性的呀。你一讲他名字一立，因为你也不知道他是投胎了还是怎么样，如果这个空墓已经投胎的话，那么其他的鬼就进来了呀。好的，知道了。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然后还有就是请问同修，请问把佛台搬到其他房间，原来的佛堂装修做婚房，这样可以吗？你说什么？对不起。同修想问师傅，把佛台搬到其他房间，原来的佛堂想做装修做那个结婚的房间，可以吗？本来是佛堂是不啦？对对对，中间是不是要隔多久才能这样子去做婚房？不是太好。不是太好。最好位置不要放在佛台这个地方，床绝对不能。好的。尤其是做婚房，要过一段时间的，不能这么快的。我相信至少3个月以上。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同修的奶奶往生前有57年的时间都在吃素念经，到97岁才过世。奶奶念的经文和佛号等等都是点红点的。同修小时候也经常帮奶奶点红点，同修梦到奶奶和他说，你念了4张大悲咒只能点3张，剩下的送给你身边的灵性，好像是叫同修布施出去。梦里同修想点红点，可旁边灵性太多就不敢点了，请师父解梦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他身边还有灵性呀。他身边还有。我早就跟你讲过了。对对不对啊，观世音菩萨那个点那个小房子早就有了。对，很早就有，很早就有了，也不是好像是师父发明出来一样的。哎，很多人的历史啊，知识太浅薄了，没有办法的呀。没有看见过的东西，先否定别人，给自己造成很多的口业，明白了吗？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同修他为儿子转了很多功德，然后求工作，许愿108张小房子还没念完。他儿子下周入职，同修梦见给了儿子很多很多支票，其中一张5万块的，这周末就过期了，请师傅解梦，这有什么含义吗？给了他很多支票啊。对，梦见给了儿子很多很多支票，其中一张是5万块。这周末就过期了。要当心了，要抓紧了，还人家债啊，人家要债了。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还有就是
有一个佛台小组，他因为一直忙于帮同修们设佛台，没有时间念组合。其中有一个据说是开天眼的同修，就告诉一起的师兄说，可以用多放生的方法来替代组合数量，比如放100条鱼可以替代10张组合。乱讲。有的师兄，对对对，就有的师兄就会就这样开始效仿这种做法了，请师父开示一下这样的做法，后果会怎么样？后果会怎么样？放生归放生呀，小房子嘛还是没念呀。小房子没念嘛，不能功，没有功德，没有功德嘛就不能消业障呀。你放生嘛可以转换为福德的呀。你想想福德怎么转成功德啦？是的，你要经过自己的内心的呀。就是、念经嘛就是念心呀，你心不动，你怎么能念经啊？嗯，是的。就是希望能够他们听一下录音，因为很多同学都不懂，然后都会去听他们，就是开天眼的同学这样子，瞎搞就好，瞎搞呀。嗯，你说他们谁相信嘛？谁自己倒霉呀？嗯，对不对呀？对，你就像很多人一样，对对对，外面骗子很多，你被他骗了，你自己倒霉呀。是的，是的。哎。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如果一个同修一个人被灵性附身，当下给他很多很多幻听幻象，他那一刻应该怎么办？幻听幻象干嘛？就是他就是当时就被灵性附身了，当时就给他很多的幻听幻象，甚至就是模仿师父和菩萨的形象声音跟他讲，他都不知道真假，甚至他都控制不住这个幻听的现象，他就不知道当下他怎么办。当下怎么办？念大悲咒呀，请就如果大悲咒来不及念，他还有智慧还有思维的话，就叫他赶紧啦。叫他赶紧干嘛你知道吗？啦，叫他赶紧念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就念了。好的好的好的，明白了。好的好的，我让他听录音。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师父开示过，亡人和退散的同修供过的佛台包括菩萨像佛具都不宜结缘，那么他们家里用过的山水画、大悲咒字画可以结缘吗？可以的可以的。哦，好的，可以的。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上次节目有一个案例，同修为重病的孩子放生，于老板发心也为孩子放了一些，反而导致孩子呕吐。师父开始是孩子帮于老板背业了。请问师父，我们给师父放生时，于老板都会随喜给师父放一些鱼，那么师父会不会背业啊？不会的，不会的。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然后同修放生的时候，有些鱼中途死掉了，鱼老板说死鱼可以拿回店里换活鱼，鱼老板会把这些死鱼卖给餐厅烧菜，请问同修们可以把这些死鱼拿给鱼老板换活鱼吗？哎，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啊。你想想看，你把它是一个尸体，你把它再去烧掉，你不是也做冤呐？人家这个鱼已经死了，这个尸体你再去把它烧掉，你再去换条活鱼回来，不行的，你只能再买呀。只能再买。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梦见观音堂的一位男师兄带领大家请安，平时这位男师兄是讲华语的，但在梦里他讲英语，他是面对着佛友带领请安的，向一些不认识的佛友跪拜的，请师父解梦。肯定不对啦，开什么玩笑，他这是他自己的业障帮人家背大了，他就等于人家跟他磕头啊，他不要倒死霉的。对对对，哎，他背得起的，他活不了多少，他磕一次头就折寿一次啊。哦，有像这种磕一次头折寿的多吗？多，这种多。哦，说死就死了，这种人，像这种磕一次头，身上这个肿瘤就大一点，磕一次头肿瘤就大一点，所以不能随便接受别人叩拜的呀。哦，你受得起不啦？受不起。你说你爷爷跟你磕个头，你还不死啊？这种肯定就很早老佛力讲就已经很不好，很忌讳的这种。这个不是开玩笑啊，这个不，这个绝对是的呀。年纪大的人，他从你磕头，他的业全部你背了。是的，是的。其实很多师傅讲的，
老一辈的都讲过，其实很多东西，对啊，就是啊，真的很受益。所以很多人从小外公外婆把他带大的，很倒霉的。嗯，那这种人就是说他的福报全部没了呀。因为你要叫老人家把你带这个孩子，老人家整天的，哎呦，你怎么把你抱啊弄啊，他你的福报全花光了。哦，所以你去看这种人的，这种人的晚年都不是很顺利的呀。嗯。所以人家为什么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了？嗯，是的。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梦到同修，同修有一，他们有一个小组的一位师兄特别渴，把做梦人水杯里的水全部喝完了，请师父解梦。如果是对方拿走了做梦人的功德，请问为什么会拿走啊？对方拿走你的功德，就是你的气场稳不稳不住呀。举个简单例子，你问我，我问你一句话，好不啦？嗯。很简单了，我问你一句话。嗯。小偷为什么偷不到别人的皮夹子，把你的皮夹子抽掉了啦？想呀，我自己没看好。那好了，或者是疏忽了，不稳固呀。对对对，哦，明白了。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刚刚那个女同修她也是一直在哭，然后医生说可能还有一个月她妈妈的时间，那她有可能就是她想求师父加持，能够让她回去，可以让她跟妈妈就是也可以就是有一个联系或者什么，她怕她没到没回去了就看不到了。自己求吧，个人的业障自己背，听不懂啊？好的好的，自己好好求啊，好，很多事情自己的功德自己求，自己的福德自己有，听不懂啊？好的好的好的，好了好了，好好好，其他的问题然后今天没什么问题了，就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师傅师傅，再见。喂你好，喂你好。哈喽，你好，师傅。哎，你好。啊，地主向您请安。啊，谢谢。啊，师傅有个问题啊，想您慈悲开示一下。啊，有个佛友他跪在佛台前念经，突然有一个声音同他讲，九月份他要死了。对呀、啊。喂。然后是啊，哈喽，你好，师傅、啊，是说明这位佛友有劫是吗？对呀、啊，九月份要死了嘛，就是九月份的劫很难过呀。哦，这个那他是不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啊？肯定了啦，有劫没有两种呢，一种是前世，一种是今世的呀。哦，你叫他前世今生、这个、全部要当心点的就好了嘛。需要多少遍礼佛来忏悔呢？需要多少遍礼佛啊？每天念啊，每天念。他每天有念五遍，今年正好这位佛友呢，他有犯太岁。啊，念呀、啊，继续念啊。小房子，这种小房子要大概要需要多少呢，师傅？这种小房子有的念了，至少68章。好的，感恩。嗯，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个女师兄，因为她没有打通图腾，她选了两个名字。希望师父慈悲帮他选一个名字好吗？不能选的，今天不，一个叫今天不看图腾的。哦哦，嗯，那没事，没有关系，那就下回打通图腾了。嗯、感恩师父啊 ，OK OK， 啊，感恩师父，我的问题没有了，感恩您，您好，保重啊。好，再见。OK， 好，感恩，拜。喂，你好。哎，师父好。哎。弟子给师父请安，师父稍等，我戴上耳机。啊，谢谢。师傅听得到吗？师傅听得到，请讲吧。哎，好，师傅，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示您。请讲吧。动物轮回多少世，它就动物轮回多少世，它就可以再投胎为人呀？很多呢，很多世呢。有的根据每个动物的不同的属性，它有不同的业障，它投到这个动物了，就是跟它的前世今生的所为。和他死后啊忏悔的那种程度都有关系的，明白吗？并不是有统一格式的。比方说你投个老虎，你要投100次，你可能才会转换回人。哦，哎，你比方说一个猪杀300次才能做一个人，明白了吗？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
动物投人也是不容易啊，是吧？一个动物投一个人。绝对的，绝对的。你投到动物了，你就很难投人生了。基本上这个可能性非常低。那师傅，可能性很少。那轨道众生投人的话容易吗？轨道众生也是要有理有节的呀，该你投胎，你等到这个时间你才能投人的呀，明白吗？不是说你在轨道里，轨道是接近就可以投，但是并不代表你接近了一定能投的，明白了吗？你还是要论资排辈的，你业报消完了你才能投胎的，业报没消完你就插队，那就乱来的，明白吗？明白明白，地府有地府的规定。对呀，都有规定的。那师傅，我们说的人生难得真是这样，非常难得，所以很多年轻人现在根本不把生命当回事，明白了吗？一点点事情马上不要活了，这就是现在的人草菅人命，他自己把自己的命都不当回事，他怎么能够幸福啊？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传统文化讲一个人的命很硬，他这个命硬是什么样的因果呢？命很硬，他就是上辈子死不卖账，明白了吗？听得懂吗？这个人上辈子就是不卖账啊，就是我就是不卖账，我什么事情我都脾气倔，也是也对了，明白了吗？就是不卖账呀。明白了。那师傅，有人不是说有人克夫，他克夫是什么样的因果呢？是冤结很重吗？是的，佛法角度说是啊。哇，克夫的话，你上辈子跟他有恶缘，这辈子他就是让你来克的。他要死在你的手上，明白了。他要死在你的手上，所以他就必须啊，要找到你啊，让你来报复，让来还你的债，来跟你搞。最后你要么就把他气死，要么就把他不当心一拳把他打死了，这种嘛就是来还债了呀。听不懂啊？明白了。明白了，师傅。所以过去有时候，师傅啊，过去有的时候，人家说了，过去人家不是说了吗？哎呀，我死也要死在你的手上，看见了没啦？欠的呀，是是是，啊，对对对，有这样说的。明白，师傅，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没有的，没有的，你不是欠他的，不是他欠你的，哪会就找到你呀？你说这么巧啊，在马路上被流氓碰到了，他为什么就打你啊？他为什么就把你留下来啊？对不对啊？对对对啊！你说这个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呢？你没有去种这个果，没有种这个种子，哪会生出这个果出来了？是啊是啊，为什么你能中彩票能中个100万？啊，你看看人家，哎呀，他能中我也能中，你中中看呐。你连肿了，不是肿了，明白了吗？明白了，啊，明白了，师傅。师傅，咱古我们那你想看那个八仙过海、新白娘子传奇啊，都是家喻户晓的。但是八仙过海、新白娘子传奇，它都有观音大士来救度他们，这是。这样的连续剧在历史，就是在历史上这种事件，是不是真的是观音菩萨出现过救度过他们呢？是啊，对啊，灵验的事情有不啦？我问你，我问你一句话，你现在灵验的事情多不啦？多多多多多，是不是菩萨来救你啦？啊，是的，对不对呀？像这种白娘子这种嘛，是天界下来的呀。对对对，是的，啊，是的，啊，是的，这是绝对是的呀，明白吗？像八仙过海，那各种各种闹神通，像八仙过海，对不对呀？他这些在天上都有的仙人呐，铁拐李呀，吕洞宾啊，韩湘子啊，张国老啊，对不对呀？汉钟离呀，他全部都有的，何仙姑啊，啊，
历史上都有的。对，是是，历史上都能查到其人的。那师傅，那白娘子最终也通过观音大士的点化修成正果了，是这样吗？是啊，任何一个、任何一个灵魂，只要经过观世音菩萨慈悲，他都能皈依正道的。你看观世音菩萨，你看看在西游记里面有多少妖魔鬼怪，最后观世音菩萨也是让他能够皈依正果啊，就这样的呀。对对对对，哎呀，我觉得师父观世音菩萨好伟大，度六道众生啊。哎呀，他是伟大的不得了了，伟大的，我告诉你，你看见观世音菩萨你就要五体投地。我告诉你，观世音菩萨真的太慈悲太慈悲，真的没有能够比的。那师父，师父，有的人不是看观世音菩萨来救的，观音菩萨是显得一身白衣观音，有时候是看到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这两个有区别吗？一样。你说我只能降低的来跟你解释啊，对不对啊？对不对啊？你比方说我降低你讲师父吧，我们比没有，我们不能跟菩萨比，我们比师父吧。对不对啊？师父今天穿西装来见你，是不是师父了？是是是是。那今天师父穿了一件白衬衫，没穿西装，是不是师父了？啊，也是师父。好了，有区别不啦？没有区别。好了，那菩萨有什么区别啦？对不对啊？连一个师父都是这样，何况菩萨呢？对不对啊？好了。对对对，明白明白，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您开始学白话佛法，不是做笔记写下来，天上会帮你记下来的，这是有功德的，做笔记有功德的。那请问师父，如何学好做好白话佛法的笔记呢？给大家讲一讲。做笔记嘛也好，学白话佛法要用心呀。首先要理解师父的意义啊，讲的白话佛法真正的含义。比方说一句话怎么讲能够让人家听得进，对不对啊？你白话佛法多呢，对不对啊？你为什么能够让师父能够讲白话佛法让人家能够听进呢？对不对啊？你比方说师父举个简单例子人最难面对的就是自己，你把这句话想一想，你自己最难面 对，你明明不想去做这件事情，你逼着自己去做，你说是不是难呢？你明明心里想，明明你心里想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你又不能去做，你是不是最难的面对自己了？对不对啊？对对。你宽容了别人，你自己开心。那么很多人想，我就不宽容他，我就要恨他。你不宽容他，你恨他的话，你是不是自己很痛苦了？那么你把这句话好好的。对对理解，那么你就会懂得白话佛法真谛了嘛。师父经常跟你们讲，明白，用忍辱度嗔恚，对不对啊？忍什么？你不要觉得自己忍辱了就好了嘛，你怎么会恨呢？人家今天比方说你属猪的，人家说讲你一句，你这个属猪的，你马上不开心了，对不对啊？他在叫我猪啊。不是的呀，你属猪呀，人家叫你一下有什么关系啊？你想没想通了呀？那么心里就自然释放了呀，那就不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你这样理解白话佛法，你就是拥有了生命的导师了呀。哦，那师父刚才你讲的是你写白，就是在记笔记的时候你要体悟白话佛法，而并不是单纯是在写，是这样吗？写有什么用？写嘛是要记录呀，你要拥有智慧的呀。你看了白话佛法要能醒悟呀，你不醒悟哪来的智慧了？对不对啊？师父随便讲一句，人必须要远离怨恨，才能真正的做到自己本性的宽容。你就这句话你写下来有什么用啦？你要理解呀，你远离了怨恨，你不怨恨别人，你自己本性的宽容就出来了呀。你怨恨别人，你永远心中存在的恨呐，对不对啊？好了。对对对，那师父写白话佛法之前，写白话佛法笔记之前，如何祈求呢？没什么祈求的，请菩萨赐给我智慧啊！
嗯，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咱讲到做梦，中午有佛友休息的时候做的梦，有参考意义吗？有。中午午休的时候做的梦。他要是灵界来通知你的话 ，anytime， 任何时间。哦，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常说的业障爆发，这其中的业障比例大概是多少呢？有没有一个参考的基础？有啊。我们常说八十啊，一般到八十就开始爆发了，到八十，七十五都不爆发。哎呀妈呀！啊，一到八十就爆发了，听懂了吗？哎，好，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同修做梦，梦到只看到师傅一个人，师傅说要许愿正等正觉的人，不要许愿正等正觉才能成为菩萨，但许愿了就要做到。啥意思，师傅？再讲一遍，对不起。就是说，同修做梦，梦里只看到师傅一个人。师傅说，要许愿正等正觉才能成为菩萨，但许愿了要做到。但许愿了什么？后面个什么字啊？听不见。就要做到。啊，这当然，许愿肯定要做到。许愿做不到叫妄语啊，对不对啊？我问你，我答应你一件事情做不到，是不是妄语了？但是您说，对对对，那说要许愿正等正觉才能成为菩萨，是这样吗？是啊，你要对自己要求高，你要成菩萨，你叫正等正觉啊。你要做佛，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那, 那是彻悟呀。那佛有如何？做不到啊，佛有做不到，做不到不要许呀，有什么办法了？还有很多人。天天做不到，还在杀业呢，所以等到他以后退休了，他再念经。你还没退休了，你就死了，你就下去了，你下去到地狱去了。你天天杀生，还等得到你退休啊？很多人一退休就生病了，多少人一退休了，这个癌症那个癌症全出来了，不懂啊？是是是，业报了呀！哎，是是是是是是啊。哎呀，师傅，真的，那种家人不信，不业障爆发，痛苦啊！你又没有能力救他们，救不了。哎呀，那种放，没办法，能救就救，救不了放，明白了吗？没有办法的，菩萨都、师傅，菩萨都不能救无缘之人呐、啊，菩萨救不了的。哎，对对对。师傅，许愿清修能否将过把过去邪淫及情债一笔勾销呢？你说呢？你说勾销就勾销了。嗯。那不能不能。啊，一笔勾销的可能不大。只是说你许了愿之后看你做。你真的一直清修很好很好，慢慢的他会菩萨会帮你消。并不是说你一许愿马上就消的。听得懂吗？相信不了，让人家有个过程的，对对对，人家相信你有个过程的，听不懂啊？对对，啊，好了。是的，是的，明白了，明白了。嗯、那师傅，梦考没有通过，没有念礼佛，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呢？你的，一般的来讲，你的境界降低呀、啊，考不过就降低一次呀，境界降低、哦、啊，你要是经常考不过，你就折寿呀。嗯，哎呀，啊，折寿的、嗯，折寿折得很厉害，折多少呢，师傅？啊，这个大概几个月了，嗯嗯、哦，最多最多嘛一年了。那他能通过放生把这个折的寿还回来吗？可以的呀，嗯，他是两个部门。嗯、好，谢谢师傅。你放生、许愿、念经啊，你做功德，他是给你增加寿。他也不是从那个折寿那个渠道里来的，他不能抵消的，听得懂了吗？哦，哦，那你再讲讲，师傅不明白。他说不一个渠道是吧？我举个简单例子好了，对不对啊？学校里惩罚你了，你因为考试考得不好，或者你因为做错事情了，惩罚你，这是由教务室惩罚的，对不对啊？那么，哎，那么教务室惩罚你是一个部门吧？那你拼命的做功课，拼命的开始努力了，对对对，那么班主任知道了，对不对啊？对啊，班主任知道的时候，班主任给你加分，鼓励你说你是好孩子，啊，
你是不是功课成绩好了？功课成绩好了，你最后考试还知道教务史，那么就慢慢的把教务史过去对你的惩罚就慢慢的看淡了，就没了。这个没了其实还存在的，只是说你的新的顶替了旧的，并不是消掉了旧的，听得懂了吗？哦，是这样，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有一个人做梦，他说今晨我在梦中一中年男子请到他家里，家里没有灯，灰灰的，堂前供个佛台，是东方台的佛台模式，在佛台上赫然放着本大红的弟子证，他请我坐下，倒了杯茶，倒了杯龙井茶，又从房间里牵出一个小女孩，大概6岁左右，那小女孩眼神呆呆的，手不停的上下翻动，像个傻子。那男人对我说，护法师兄，念在同门师兄的份上，请为我孩子念经。于是我念起了大悲咒7遍，女孩子的眼睛不呆滞了，手也停止翻动了。这时听来一声狗叫，她突然就醒了。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梦，这个什么意思啊？他一定是都是修心灵法门的人，叫同门师兄，这第一个。第二个，这女孩子她可能打胎的孩子，或者她自己家里过去有个过世的孩子，要投胎了，听到一声狗叫嘛，投狗了呀，这还不懂啊？狗最接近人了呀。哦，狗最接近人啊，但是到底是狗啊，听得懂吗？狗的名声不大好听啊，听得懂吧？虽然很多人喜欢狗，但是它名声不好听呀，明白了吗？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嗯，好，先好，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哎，你一说，我就想着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人家。嗯，好，师傅啊，他是这一个梦。同修妈妈在观世音菩萨圣诞日前一天往生了，心脏突然难受几分钟就走了。同修一直在祈求菩萨帮助他妈妈。第二天梦到一封信，是牛皮纸信封，信封外竖着写着地藏王菩萨什么什么，字是红色的，还闪着光，外面有金色边框包着。之后同修又梦到手里有一块金色的免死令牌，令牌正反面各有4个字，醒后来忘了，感觉拿到了金牌就不会猝死。请问师父，这个梦地藏王菩萨那个信函是啥意思？他妈妈就是赦免信呀，师父你开始赦免信呀。嗯，拿金牌有同时有信的呀，哦，他已经赦免了，他本来要死的，现在不死了呀。嗯，哦，嗯，那他妈妈是突然心脏病走了呢？走了的话，赦免牌的话就投人了，马上投人了。哦哦，那他拿到那个免死牌是什么意思呢？免死牌是给他还是给他妈的？他手里拿着一块免死牌。就是说你梦里感觉这块就不会被处死，就感觉他妈妈不会被处死。啊，这个不懂啊，这个不会上刑啊，不会到地狱了。嗯，本来到地狱里要死掉的，哦，他妈妈，嗯，好了。哦，啊，明白。那现实中这个猪他不是听了那个三位孩童供养佛百猪的果报吗？他不是这里有佛陀因发无上菩提心又成就佛果吗？同修看完之后许下了无上菩提心大愿，第二天就有佛友梦到他双手承接天上圣旨，一个金色的卷轴。他许愿后的第三天他妈妈就突然走了。之前他梦到他妈妈本来生病几十年，然后老年痴呆症瘫痪在床。请问师父，是不是他因为许了这个无上菩提心的大愿，必应或抵消了他妈妈几十年承受的这种病业的这种业障的？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的。他妈妈不受苦了呀，活着并不是活的，是活受啊，真的活受有的时候就是他拖死你呀，明白了吗？嗯。哦，就因为人家女儿许了大愿了。对了，孩子许愿对父母亲很有帮助的。嗯，好吗？明白了明白了。好，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的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在人间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师父再见，感恩您，再见。喂，你好。哎，你好师父。哎，师父好。哎，弟子给师父请安。嗯嗯，师父有请教几个问题，慈悲开示。
就是师傅，我们每天早晨不是喝那个大杯水吗？啊，比如说我们每天都想象一下，就是头清肺白，心红胃温，就是这个，嗯，可不可以啊？可以啊，你每天想好，想了之后身体会好起来的，身体会好起来是吧？嗯 嗯, 嗯。比如说我们身体哪个地方要是不舒服的话，是不是可以消哪个部位的业障啊？你念经呀最好，念经之后就说消除，跟菩萨说不要自己搞，自己搞就变成你自己在做其他的事情了，听得懂吗？不能自己讲的，哦、你要听通过菩萨的呀。啊，对对对，就是每天早上我们喝水的，喝大杯水的时候，比如说想象一下我这个身体哪个地方不舒服，消除这个部分的业障，同时再加上我们的经文组合或者还有经文，嗯、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会更好一些呀？那肯定的，嗯。是，那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大杯水啊或者圣水喝完以后有些个喝不掉了，那我们是烧开好喝了好还是倒掉好呢？倒掉了呀，嗯，倒掉是吧？哎，喝一点点就可以了，喝一点点，喝不完的就倒掉呀。哦哦哦，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说因为剩一点点没关系的，剩一点点没关系的。哦哦哦哦，好好好好。好，师傅，那是这样，就是有一个给解一个梦，嗯，就是有一期师傅节目开始说，就是佛台对面不能贴那个不能贴瀑布一样的这个山水画，那现在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佛台正对面如果我没说过，嗯，哦，在有一期节目里，他师傅是吧，就是说那就是不要太近呀，太近不好、啊，不要太近，你远一点没关系的呀。是吗？哎、嗯，就是佛台正对面，如果贴蓝色山水画是可以的，是吧？就是不能贴的比佛台高呀，这还不懂啊？哦，就低于咱那个佛台那个黄色山水画、嗯。你贴可以贴的呀，你贴的比它高就不可以了呀，肯定是一个个案的。嗯。啊，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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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啊。嗯。师傅。哎、嗯。师傅、嗯，我们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同修啊，然后他也是。托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女儿啊，嗯，现在有一个就是有点智障，今年26岁了，哎，26岁，几次这个法会参加两次法会也明显的好转了，然后现在呢，嗯、新闻组合也念了400多章了，嗯，现在这个孩子现在就说有点不精进，然后父母呢就是比较着急，所以说经常体罚，嗯、那么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在哪呢？就是同修啊。说他女儿在晚上做梦的时候梦到观世音菩萨了，嗯，然后观世音菩萨给开示了8个问题，然后经过这个事实的验证来说都是和事实是相符的，嗯，就是说这样的话，是菩萨给他加持呀，菩萨给他加持，加持并不代表就好了呀，对不对呀？你举个简单例子，你这孩子本来功课不好的，老师一直在给你补课。就代表你马上就好了，好了，哦，明白了吗？那师傅就是说，他家人主要是怀疑孩子，就是说是不是梦的真的观世音菩萨，或者说，哎，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只要他虔诚、哦，只要他前世真的有缘分，只要他今世真的放下，能够求观世音菩萨，菩萨一定来的。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哦、他才不管你是谁了。他只要是有求必应的，菩萨的自己的那个是愿力啊，听不懂啊？嗯。哦，好，好，好。嗯。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让他的给孩子不要太着急，是吧？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要着急，菩萨来救他的话，就不要着急了，菩萨会来救他的。嗯、哦，好嘞，好嘞，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嗯。现在就是说，还有一个梦境，这是弟子的一个梦境，求菩萨妈妈，因为我现在陷入一种困境，梦中呢，说粮就是粮食烧送的东西，就类似咱们小房子，说是必须以某位菩萨的名义烧送，才能安全到达地府，否则的话，就好像在去地府的这个路上就好像不安全。然后呢，看到这个路上就有一个人扛了很多人民币，但是对很安全。然后又看到就是说一个小房子，还有就是一种马车，就一间之物，小人子。我想请问一下师傅，就是说我们现实之中，就是孩子小时候我给他烧过小人子，原来师傅给看过，也开示过小房子数量，
那个数量已经烧完了，但是现在孩子晚需要的时候还是就是说小人子没走呀，小人没走呀，小人没走啊，没走，听不懂啊。那师傅，我现在又继续洗了49遍礼佛，就忏悔我们，因为前期，前段时间师傅开示过类似就是烧小人的这个，对呀、啊，又洗了49遍礼佛进行忏悔这个事情了，然后又许了样49张小房子，嗯、啊，这样可不可以？可以啊，可以哈、啊，啊，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现在就是说有的同修呢。他念经呢就是总想理解这个经文的含义，因为还好咱们心经就是说师父在更多白话佛法篇幅里头已经做了很多解释，嗯，比如说像大悲咒呀、啊、像礼佛呀、啊、那么他总想知道每尊佛的来历、嗯、那么请师父开示一下这个状况，叫他好好看看师父的过去的那个白话佛法呀，里面讲了很多了、嗯、你现在跟他不可能一个一个讲的呀，比方说大悲咒啊，对对对对，来历啊，很多的，其实很多的师父在过去的那个白话佛法里面都有讲过的呀。对对 对, 对。啊，你知道、嗯、你知道就好了，因为大悲咒它代表什么？比方说，对不对呀？那么心经代表什么？啊，都是观世音菩萨，这个他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呀，明白了吗？啊，他怎么来的？这个观世音菩萨的经文呐、啊，那么有什么能力啊？给你增上无上的正能量啊，对不对啊？对，啊，很厉害的。你比方说大悲咒，它有好几个版本呢、啊，有藏传佛教的，有南传佛教、汉传佛教的，它都不一样。它主要就是告诉你，啊，大悲咒就是叫你随心满愿，啊，成就一切善法，远离一切不为，速登啊佛地。啊，这种威德很厉害的，这个经文一念啊，这个很多的鬼啊全部都离开的啊，远离一切的魔障和困难呀，成就清净的功德呀，你一听这个嘛你就懂了呀、哦、那你就好好念不就好了、哦、嗯，好好好好，那我跟师兄说让他好好听这个录音啊，给师傅的开始就好吧。 嗯好，师傅你帮我再解个梦，就是前几天呢做梦，一个师兄说来我们家重新布置这个我现在的这个佛台，师兄说要结缘我一个就是大号的观世音菩萨那个画像，嗯，感觉呢就是好像他结缘给别人了，就是梦里就问师兄说怎么把这个菩萨像结缘给别人了不结缘给我，师兄有没有回答，然后呢他就说我们家一直佛台小，然后这时呢我们家佛台边上有一尊斗战胜佛，还有一尊弥勒佛在佛台上，嗯，但是现实中我们家没有供这个斗战胜佛，但是供的是弥勒佛，嗯，弥勒佛我们家这个是坐着的，嗯，但是就是在梦中这个弥勒佛是站着拿着玉如意的，嗯，请师傅开示一下，就我们家是不是需要，这个调整一下佛台，还是说佛台这块上有什么需要调整的？是供斗战胜佛吗？是啊。你这个随缘的，如果你上辈子跟斗战胜佛有缘分，可能你可以供，但是有的时候呢只是斗战胜佛作为一个护法神，他是护持观世音菩萨的，他给你看见了啊，你这个就随缘了、哦、啊，这个就随缘了、哦、好吧，就是说有的机缘的话可以供一尊斗战胜佛是吧，随缘吧，因为这个并不是代表，这个并不是代表就是佛他让你供啊，或者特别有缘呐、啊，不是这样的。哦，嗯，那我们家现实中供的弥勒佛没有拿着一个玉如意，梦中是弥勒佛站着拿着玉如意，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哎，这个一样的，就等于哪位菩萨到人间来，他穿什么衣服，菩萨都会换的呀，嗯。哦。哎，这个没关系，还是带个法器，他也是经常换的呀。这个法器并不代表那个法器啊，你明白了吗？哦，师傅还有时间吗？我再请他解个梦可以吗？快点吧，抓紧时间吧。啊、好好好，就是我在正月初一，这比较早了。正月初一的时候啊，早晨7点多有点困了，然后眯了一会儿，梦呢就是去我现在这个现实老板那儿，去他一个工厂的厂房，嗯，手里拿着我包。
最后就是说老板意思说厂房太乱，去他家里坐坐，然后跟我俩谈事儿。我说行，就把公文包放在那，我想拿些重要东西走。但打开包以后，包里头有一些就是我们家原来存的一些银质的腰带，这我们本来是想卖掉，就是但是没有卖。嗯，不知道这个梦代表什么意思。你们家里有传那些银质的腰带是吧？想卖掉是吧？对。嗯，后来没卖掉是吧？嗯，没有卖掉。啊，那就是你现在还保持着这个佛法的真谛呀、啊，说明你还是没有把人间的那些物质名利呀、啊，来损坏你自己内心的佛性呀、啊。哦。啊，明白了吗？啊，对对。啊，那你说我这个银腰带或者说是是不是得及时把它处理掉啊？不要不要，没关系的，放着没事的。没啊，那你说这个是不是这个跟我工作有关系吗？因为这工作是今天新找的，嗯，也有好一段时间没。啊，没关系的，你要低调，嗯。啊，低调就可以。啊，低调啊，做人要学会低调。啊，低调的话你待得长。嗯，什么事情？向师父忏悔忏悔，这个确实过去弟子做的很多，就是说。你主要不如理不如法，你看不起人呢，不卖账，倔得不得了。对对对对，师傅还会看不见。嗯，总感觉自己很啊，跟人家高人一等啊，学历高，对对，各方面不卖账，嗯，你这样会伤害自己的慧命的呀，嗯，是是，听得懂吗？嗯嗯嗯嗯。好了，师傅那个让孩子跟您。打个招呼啊！看到爷爷好。你好啊，嗯。看到爷爷，你身体好吗？啊，很好，谢谢你。你看见过台长爷爷吗？嗯。看见过。啊。经常参加过法会。哦哟，这么乖呀、啊！现在念经吗？念经吗？念经，看到爷爷我念经。啊，念经就好。是全副。你哎呀，这么乖呀、啊！我已经念经五年了。哎呦，这么好啊！你这个是小菩萨来的哦。你一说念经，台长爷爷法喜充满，开心的不得了，好吗？台长爷爷，我爱你。哦，台长爷爷开心的不得了，现在开心。你要保护好身体。好，谢谢你，谢谢你啊，谢谢你，好好听话啊、嗯哦，听话，乖孩子。好的。好，那就这样啊。师父保重。啊啊，再见再见再见。嗯，师父我们都爱你、啊、嗯，谢谢谢谢，再见。好好的，师父再见、嗯、我们自己也让自己背、嗯、再见。喂，你好。喂，你好师父。感谢师父、啊、请讲。是的，我发个评论问一下，他那个图腾电话又打不通。嗯，他就是想去开法会吧，什么车都不能坐，就是公交车都不能坐，他只能坐那个两轮摩托车兜风的。我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身上有灵性呀、啊，身上有灵性的人，身上有灵性的人都是这样的呀。他要风吹，他要狂开，听得懂吗、啊？他否则头会痛的。那我上次陪他去坐地铁，都晕的，就哎呦，说的不好听，就跟像要走的那种味道啊，人都会吓死到那种程度。啊、就是这个，就是身上的灵性呀、啊。他心里保持失衡啊、就是人家失去平衡呀、明白了吗、因为任何一个人只要心里失去平衡，他整个的身体啊，他的荷尔蒙全部颠倒的话，他就是做什么事情他都会晕船啊，晕车啦、啊、走路都会晕的，明白了吗？对，他是属于灵性是吧？对呀、啊，我念了好多小房子，又许愿了好多礼佛、还是没有改变，可能还没有到位。没到位呀、啊，有人家说吃药，你要吃到一定的时候，它才会起效果的呀。刚吃下去不一定有效果的呀。嗯，好，我跟他说了，继续念经嘛，哈。嗯，好。还有一个，我问一下，就是这个礼佛大忏悔文的那个经文的那个卡呀，就是长条的卡呀，被这个。这把火的烟熏了，我念了熏花了一点，但是硬还能用，就是我现在没有的话先用着，等到以后有的话再换掉，不能常用的，听得懂吗？不能常用的话，我念了七遍礼佛可以吧？可以都可以，跟菩萨讲一下，有新的我就换，就跟菩萨这么讲，
否则不好的。嗯，好好好，嗯，好吧。嗯，好好好好好，感恩师傅。嗯嗯。好好，感恩师傅。好。好，好，我不打扰了。啊，再见，再见，再见，师傅，再见。好啊，弟子的业障自己背。喂，你好。哎，师傅你好。啊。师傅好，弟子向师傅请安。啊，请讲。啊，今天我们自己的问题，自己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嗯。师傅，弟子想向师傅忏悔，因为弟子在2009年的下半年就接触到我们心灵法门了。嗯。嗯，当时按照师傅博客上的要求，开始念诵小房子，并且，通过念经念好了自己非常严重的皮肤病。但是皮肤病好了之后，因为当时工作出差也很多，而且遇到了人生中有一个很大的关节，所以就一心放在人间的这些事情上，没有再坚持念经。一直到了2013年年初，梦到观世音菩萨，让我赶紧念经。我才又开始重新念。所以说，在我人生这么大一个关节的时候，我没有用我们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去解决。当时不知道因果，还困惑为什么学佛了还出现这些不好的事情。这些年弟子一想到这个事情就非常的内疚，想向师父向观世音菩萨忏悔。不好啊，有事有人无事无人的人能学佛的？是的。没出息的这种人，你就是交朋友都不行，人家都不喜欢你的，听懂吗？好了就把菩萨忘记了，好了就把朋友忘记了，这种人不好的，对不对呀？是的。没出息。弟子向师父忏悔，向观世音菩萨忏悔。太牛了。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嗯，对不对呀？不要这么搞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对不对呀？这这么很简单了。那个师傅，那就是现在有一些师兄就是出现一些问题嘛，说是因为曾经懈怠退转导致的。那我当时可能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没有好好念经，那我这个算不算是懈怠退转呀？要念多少遍礼佛呢？你如果退转嘛，肯定的了，转没转退了，就是说不努力呀。那还好了，你转嘛就是转到别人那去了，那你就是不尊师重道了呀。对不对呀？过去人家所有的庙里说一门精进啦，尊师重道啦，就是说你不能退转，你可以退一点，就是说你不好好的努力，没时间，这种都可以弥补的。但是你转了，对不对呀？那么你已经取到实质性的变化。还有的人转了之后还要去诽谤自己原来的师父，诽谤自己原来的法门，那你完蛋了，那你就下面就给你记录了，明白了吗？明白了。师父，那我这个要取多少遍礼佛比较好？像你这种至少要108遍的。好的，我等下马上许愿。感恩师傅。师傅，下面就是有几个问题要请教师傅。师傅就是，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可能生重病啊，出生之后他就走掉了。那师傅也开始过说他们是来还债的，可能还完一条命就走了。但是从我们人间的角度来看呢，因为怀孕要吃很多苦，很辛苦把孩子生下来。还花这么多的钱给孩子治病，孩子就这么走掉了啊。对家人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师父请问，为什么说这个孩子是来还债而不是说是来要债的呢？孩子来还债还命的呀，他上辈子如果把你打死了，听得懂吗？他这辈子就来还你一条命，还完命之后他就再投胎，明白了吗？举个简单例子，他上辈子把你开车压死了，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人一辈子呢很干净，人挺好的，没做过什么坏事。那么他这辈子呢就是欠他不能投人，就是因为欠了条命。那么他就投到你家了，投到你家了之后好了，在你家死了，我还了你这条命了。还完之后他下去之后重新投胎，明白了吗？他就没有业障了，明白了吗？这个业障他还掉了，明白了吗？那如果给他的这个家人造成了这样一生的痛苦，那是不是又造新业了呢？你想想看，他在把人家压死的时候，他是不是给他自己家里跟
跟别人家里都造成了痛苦了。嗯，有没有业报了？哦，啊，哦，这样子，啊，这业报呀，一报还一报呀，明白了吗？哦，明白了，明白了，那还有一些小孩子，他比如说小时候被别人拐走了，那其实这样也是来还一条命，对吗？对了，拐走的话，实际上这个孩子首先不是他的，嗯，第二，啊，借夫生子，借他的肚子来生了一个孩子，哦，然后呢，嗯，离开了他，让他痛一痛，嗯，为什么呢？就说明他上辈子一定把人家甩掉了，欠了人家。人家这次就把他甩了，嗯，就是一报还一报。哦，好，明白了，感恩师傅。嗯，那个师傅问一下，如果是就是今生我们的工作特别的不顺，那是前世什么样的因缘造成的呢？不认真呀，你看你现在很多人工作认真不啦？不认真了，你下辈子工作一定就没了，嗯，到处都没了，这就是你的回报呀。嗯。你今天对这个朋友不好，对那个朋友不好，你最后被朋友全甩掉，对不对呀？哎呦，电话跳掉了。嗯。喂，你好。喂，给你加出来的，赶快抓紧时间了。哦，师傅好。快点，快点，加出来时间的。弟子给师傅请安。嗯。哦，对不起，师傅，我想请问几个简单的问题。讲吧。想请问师傅帮忙解一个梦。有一位师兄，他梦见一位通灵人在朋友，通灵的朋友在帮忙给别人看，然后同修也想让这位朋友看一看他在人间还有多少时间，可是就问了什么时候投胎，这位通灵的朋友就跟同修说，你的孩子明年四月生。同修说，我怀孕的预产期就是明年四月生。后来这位通灵的朋友就说，惨了，我已经动了你的因果。想问一下师傅，这位同修一直在求，想问说自己还有多少寿数，那这个梦是和他的这个流产孩子要被抄走有关，还是和他的这个寿数有关呢？首先不要去找通灵人，我再跟你说了，通灵人身上一般的都是小通灵，就是身上有鬼的鬼，因为他有五通的，听得懂了吗？听懂了，师傅。啊，第二，他是做梦是不做梦？啊，做梦是吧？做梦那是比较准的，嗯。哎。做梦里边你要叫他当心了。他说他的孩子，就是说他有可能这孩子生不出来的。他是因为之前已经做梦，梦到自己的业障比例为5%了，然后在之前梦到要被收走了，所以他一直非常担心他的那个寿数的问题。他就想问，这个梦到底是说？他身上还是有流产的孩子，还是说他要被收走的时间？我刚刚已经讲了，和他的这个，到人家那个灵通灵人在梦中的通灵人跟他讲了，四月份的孩子生出来有麻烦，我讲了两遍了，你还听不懂啊？不但孩子有麻烦，跟他妈也有麻烦，听不懂啊？哦，什么？喂？没听。对不起，师傅，弟子那个愚痴，没有太明白什么意思。因为他做梦，人家告诉他明年四月份，对不对啊？对对。他四月份不是生预产期吗？不是，是梦里预产期。现实生活当中，他没有怀孕。他没有怀孕，那么就是四月份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四月份的时候，他可能会真的他一个。过去超度没有超度掉的灵性会来找他麻烦的，把他带走都有可能的。哦，叫大家当心了。嗯，明白了。嗯，明白了，师傅。嗯，那就是还是让他许愿念经放生，对吧？他一直在放生。对。嗯，好的，感恩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位同修最近决定改名字，想用师傅的这个红字。有两个选项，一个是红景，另外一个是景红，景就是景色的景。然后午睡醒来之后呢，他就梦到师傅的声音说，悟空你下来为师做了尊佛像，请问师傅这个梦和改名有关吗？师傅说什么？再讲一遍。嗯，师傅就在梦里面跟他说，就是午睡快醒来之前，哎，然后他就听到师傅的声音说，悟空就是悟性的悟，空空空
姓的空，悟空你下来为师做了尊佛像。嗯，他是从天上下来的呀。嗯。哦，那这个和他改名字有关吗？他想问的是，是不是要把红字放在他就是他这个红字的话，就是代表着他一生准备一生弘法了呀。把他整个的，把他整个的天上的那个，他的帮助他的那个，我们说的他的师父也请下来了。其实悟空的话应该是斗战胜佛的。什么是我说的？是啊，我说的悟空啊，对不对啊？对对。啊，悟空嘛，就说明他，对，可能他是斗战胜佛的弟子呀，这还不懂啊？哦，明白了，明白了。嗯。嗯，那他可以用这个红字吗？红景应该可以的，弘扬佛法的弘啊。嗯。那是红景好还是景红好呢？景是景色的景。姓什么了？姓陈。陈景红，陈红景，陈景红啊，陈景红比较好一点。嗯。嗯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没有问题了。嗯，好吧。感恩师傅，祝师傅法喜安康，长久住世。好，好的，再见，再见。哎呀，忘记了，哎呀，时间到了，赶快，赶快，师傅，哎，赶快，赶快。你好，你好，师傅。给你五分钟。师傅，弟子给你请安。啊。我没什么问的，就想求菩萨加持您，让您弘法顺利，身体健康。哦，谢谢你。就是更多的加持加持我吧。求观世音菩萨妈妈加持您，师傅。我今天没什么问题，就是特别特别想您。啊，你乖一点呢、啊。这么想您。乖一点啊。嗯。师傅也是啊，师傅也是带领你们走了这么多年了，这条路走过来不容易，所以你们要坚持道心，坚持好好的学佛。只有观世音菩萨妈妈在你们的心中，你们才能一世修成啊，才能永断轮回。才能不怕困难，才能克服烦恼，听得懂了吗？听得懂，听得懂，师傅、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特想您。是啊，每个孩子都是这样啊、因为每个孩子跟师傅前世都有缘分的呀，明白了吗？啊，是啊，乖孩子啊，听话。真的去感恩你，感恩你教给我们这么好的法门，嗯、真的是、啊、是这么多年了，风风雨雨过来了。嗯，对呀、啊，这不容易，所以。好好的继续，对得起师父，要想师父的话，就继续好好的努力修，那是师父最开心听到的一句话，听得懂了吗？嗯，听得懂，师父，这您放心，我肯定的。好，行，感恩你啊，师父。好，就这样。好好，再见啊，好，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